现在先让我们休息一下，来听几首好歌，练习几句英文，看看有没有给自己的心情留言。穿军服赞 2.0， 为展现国军热情、勇敢、自信之优质形象，以及亲友支持国军的期许与骄傲。只要您将穿着军服与亲友合影的照片投稿在青报脸书粉丝专页，获得赞有1分，留言2分，分享5分，每月积分前5名者即可获得青年日报社专属客制化 T 恤及马克杯。本周的人气王分别是通讯中心赖伯承中士、空军第一后勤指挥部吴忠豪中校、陆军586旅杨新凯中士。电视机前的官兵弟兄姐妹们，赶快投稿到青年日报，也记得上网按赞及分享哦。